第12题，下列为碳、氧、铝、硫四种元素所形成的化合物，何者一摩尔的质量最大？我们晓得一摩尔物质的质量就等于其原子量或分子量，而分子量就是把原子量加在一起。而在我们的国中程度，我们原子量的大小大约就跟我们的质量数大小一样，也就是图荧幕上面符号的左上角所显示的数字，那个就是所谓的质量数，也大约等于我们的原子量。所以第一个一氧化碳，它的分子量是12+16，也就是28。第二个 CO2 就是12+16，但有两个要乘以2，变成12+32，会变成44。另外第三个呢，叫做二氧化硫，就是我们的32+16要乘以2，就变成32+32，又变成64。再来一个就是三氧化二铝，那么我们总共呢有27，但是有两个，我们有16，但是我们有三个，也就变成了54+48，也就是102。所以我们看出来谁最大，应该是三氧化二铝最大。所以第12题问我们说，何者一摩尔的质量最大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l2O3 三氧化二铝。